我们今天搞一期不一样的啊，现场直播，实话实说，看看今天能否发财，必须发财！我告诉你，这两块是上次没找到人的啊，现在找到人了，那我们联系一下他啊。这老哥讲的很有意思啊，四会一刀梅终于加上你了，这个是我的，老免寄来的，我怕病毒，拿洗洁精刷了几遍，洗洁精刷的也不是这味啊，这应该就是假皮啊，油漆味儿。然后他说切不出帝王绿，我要报警啊！大哥不做，哎呀，大哥这个生意咱不做了吧？这个我们要先跟他沟通一下啊，要不然这个等我切了就没得退了啊。哎，老哥好，我收到你这两个石头了吗？这有一个的话，大概率做过假皮的。你要也还有水兄弟吗？那意思也是给你切了是吧？拍一下吧。好好好，拜拜。大生意，大生意，老板，随便切吧。直接这样砍了吗？谢谢谢谢。我有没有使不得呀？我今天带了红袋子来，我估计大概率是凉凉啊。哇，真有啊，真有使不得、啊！哎呀，真是破费了呀，老哥，太客气了，真的是干什么啊？完了，这老哥也没留联系方式啊，这个是从商家寄过来的呀，不敢切啊，等我切了报警怎么办？那只能到时候看到这个视频的确有记得联系我啊，这一块啊，哦，有两块啊，这一块可以哦，这一块发财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下一箱，看看这一箱有没有使不得。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！大力，不是啊，是石头啊，不得了了，帝王绿，肉质发黑，油油绿绿，中老肉细，我这个都切完了嘛，冰飘花，这一份明显还行。那我们联系一下他，发财啊，老哥！哎，我收到你的石头了，你是想怎么弄啊？全部都想扣珠子是吧？那我到时候就帮你拿去扣珠子。继续下面两箱啊，把这两箱都拆完啊。那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又到了啊，看看是帝王绿还是玻璃种。来三二一，直接开启三共模式。妞妞，妞妞，哎，这不中，白白又嫩嫩啊。我们看看他说什么。云南旅游买的，看看有没有价值，感觉像石头，不会被坑大了吧？那确实是坑大了。像这种呢基本是凉凉啊、哦、白白又嫩嫩啊、哦、它只有这种有花色的地方那会有一点肿，其他都是比较普通。那我们联系一下这个老哥啊、哦、发财啊老哥。哎，收到你这个石头，你这个是想怎么弄啊？看一下有没有价值啊，贴一下怎么样啊？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白白又嫩嫩。好的好的好的， OK， 拿去切了。老板娘啊，大生意了，大生意了。大哥哥，切不出绿的话，那劳斯莱斯都不够赔我。来 ，VIP 大哥，快点啊，上啊！来，那我们又是新的一箱啊、哦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次破费了，真的是，别送了啊，少送点，要送也少送一点。来，我们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啊？随便看看能不能做吧，看着马马虎虎凑个数，太差就不管了。来看下一包啊，这料子我看着颜色挺漂亮，就是裂加棉，看看能不能抠点哪里做个东西。这个确实还是有点肿的啊，这个肉质挺细腻的，就底下这一块要好一点，要不等会让它下一片下来看看。有点棉和小系列不知道做什么，其实像这种的就食之无味啊，弃之可惜啊，你只要工费给到位，让师傅帮你去做，可能有点划不来啊。这块是一个乌鸡的，算诺宾乌鸡吧，看着有点小特色，但是颗粒好像粗了，不知道值不值得做，比较普通，皮壳这么粗啊，里面它也这么粗，买石头一定要看皮壳，它皮壳是什么样，里面肯定是什么样，八九不离十啊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皮壳你看太粗了哦，大概率凉凉啊。你看这精品，这个好像有点小裂，看能不能取件嘛。哦，这个是小姐姐的哇，女粉的哇。老五你好，关注挺久了，最近才尝试买了几块原石玩玩，想让你们帮帮忙，看能不能做点什么。那我们联系一下他啊。哎，发财啊小姐姐，我收到你这几个石头了，就是照你上面那个要求给你弄一下是吧？好好好，那先这样，好，拜拜。老板，这三个随便干一刀嘛，然后这个取件，稍等片刻马上回来啊，冲。2000 years later， 今天的发财之旅啊，即将开启啊！来第一个啊，三、二、一，上钩啊！妈的，哇，这个颜色都进去了，哇、哦，你乖乖呀、啊，内化开了。我刚才说的假皮应该是没错啊，应该是泡颜料的。它虽然是有一点点内化啊，但我感觉有可能都注胶刷洗过啊，所以第一块宣布足，第二块来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妞妞，哇、哦，
发达了哦，冰种老油青，冰冰又油油，油油又绿绿，上等老油青，发达。来继续，人家都天天说木纳出奇迹啊，看看今天这块木纳有没有奇迹啊？三二一，牛牛，哇哈，带色不得了。这老哥说2000块钱买的啊，这涨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一点绿你都知道多少钱了吗？来继续三个小的啊，三二一，九点，哇哈，黄肥不得了，黄肥，这个是小姐姐的，看一下这个汇卡有没有奇迹啊，三二一，八点，哇哈，直抵不得了了，直抵直抵，来三二一，牛牛，哎，地不错，哦妈嘞呀，地完嘞呀，发达了，又发达了。那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又到这里，又接近尾声了啊、哦。队友们觉得今天发财了没有啊？全黑石头啊、哦，里面还带色的，色还吃进去的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记得要点赞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啊、哦，拜拜。